七不思議是 Alex 風作曲，梁柏堅填詞， Alex 風編曲， Alex 風監製的。歌曲的內容很天馬行空，很詭秘，很有趣。它透過很多場景的描述，譬如無緣無故蹦牆有一個血，然後就那個鐘在那裡，跟住外面有些雷哗，是令到你會在個歌詞或者個音樂方面令到你很害怕。怎不可測，其實今次的演繹歌曲呢，我覺得是一個很新的嘗試。 Alex 風呢，在 coach 我的 vocal 的時候呢，他用了很多的時間去令到我跟以往有些不一樣，所以就要重新好像學唱歌一樣。其實我以前的感情演繹的投放不太滿意，但又不知道在哪裡可以落力一點改善，但是這個合作呢，令到我可以再升了一個層次，是我自己會覺得我滿意了。